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Ferodo，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来啦，有感觉娱乐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感觉了吗？再来是从这个庄爸庄妈那边收来的2013年的 Escape 战损涂装版，我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来看看有多战损。首先呢，大灯的皮有点翻起来，撞到有点翻起来，看到。然后这个办法开口笑，有吗？这在开三指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三指，三指啊！你再拉大一点，可以五指啊！哇，整个拳头进去了，小姐啊！哦，不是说小姐，还回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哦，这个都开掉了，然后这个轮毂哦也全部都擦伤。我现在要研究一下怎么整理这台车啦。哦，你看这边也是整个战损，完全的战损，而且它这个感觉不知道撞到什么刺刺尖尖的东西，一个洞一个洞的，很奇怪，不知道什么撞的。石头花圃。哦，石头花圃。你看你撞过是不是？不然你怎么知道？没有，我猜的。然后这个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开啊？这块这好像可以。哦，可以。这个很适合当摄影车，还是弄弄给你们当摄影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边，我觉得这边可以画一个那个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网络上有人分享啊？对不对？像这个啊，哦，什么七龙珠？对，你就画一个，比如说一个，这样手。你要画得出来。哇，啊 ，token， 有没有？拍远一点，拍远一点，啊 ，token， 哇，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然后正常来讲的话，这个脚有没有扎马步？有没有？好，要扎马步，然后怎么样？好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？画龙点睛啊！对，就这样处理就好了。这边也受伤了，这轮毂也受伤了，这边也大家都磨到底漆都出现了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条线，有没有？好，大概外观就这样啊。啊，这看到就是撞到黄色的东西，计程车啊，或路边的那个警示牌。这边后灯也破了啦。这个就学上次那台 TIDA 一样，我们自制灯壳就好了。你看。改金钻。好像比较好看，改金钻 IS 尾灯要不要？你手比较受伤了。三秒钟就教你如何改装车，要不要？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三秒钟，等一下我拿一个硬的东西，拿一个硬的东西，等一下等我弄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好了，就这样，好了。远远看，远远拍，远远拍，不错吧？改银白金钻尾灯不错吧？比刚刚的破破烂好吧？所以我们就全部把灯壳拔掉，它就变成银白金钻尾灯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啊。然后看一下内装，它这个我有发现一个地方，蛮有机会，还不错，就是它的椅子。它椅子的重点是在于，它这是包皮椅套，所以有非常大的机会皮椅套拆掉里面是新的。它这个是这样啊，有没有？新的你看有没有？是不是新的？这个就捡到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到时候整理好，椅套全部拆掉，焕然一新。好啦，反正最后结论啦，好不好？这台车这个，我们之后就整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完成之后什么感觉，然后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车最后整理好会变成有什么不一样。那就整理下去啦 ，Let's go， 处理啊，走吧，我们去试车，应该还行吧。所以这一台你都没有试哦？没有啊，我以为你有试过了。刹车很烂，对，刹车真的很烂，吓死我了！这是高速低速都试一下，这个不错，这有规律的应该节气门脏掉了，不然不会忽然间这样抖啊。刚刚就是怠速太低才会这样，没有，可能是节气，对，节气门没有调节，低速没提，这车电脑很容易进水，然后就会乱亮一堆灯。你说光在那边淋雨就会进水啊？对，等一下，那前面那边刚好两片。那个通风网接缝处那边水刚好是流进去，它的电脑呢又很屌，就塞在中间正中间，就刚好在那个洞的上面下面，对，哎呦，刚那什么声音？右前，你听到是右前，我听到是我这边呢，我听到是我这，就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，对，有没有小坑洞就有了。
我现在告我这边了，有没有听到？你那边是平的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声音。这边没有声音，而且看起来都开，都是顺顺开，油门踩下去没什么太大的反应。啊、我们要找一个没车的路段让它恢复一下。哎、欸，踩下去真的没有反应。你看，到底喽，这是已经到底喽，没有那种 key down 的感觉。所以没力是跟上一个驾驶人开车习惯有关系？也有关系，通常都是前车主的驾驶习惯会导致他的反应没那么快，因为电脑都会记忆你的模式啊。嗯，现在吹一吹，那我回来试就知道了。还好高速其实没有什么声音，有没有？可是低速就有一堆声音。我们等一下要去走一条烂路，去看一下到底是你那边有，我这边有，后面听起来没有，其实还不错啦。真气 OK。对啊，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，就很正常的避震器。这台114,173公里啊，不用看啊，那超过80,000了，基本上就是全部都要换了。好不好换过啦？哎、欸，对哦，希望他换过了。我干嘛那么傻？他换过我就可以省一点事情，只是底盘的异音会比较麻烦，然后再来那个引擎脚应该是都没有换过，刚刚看了一下后脚已经裂了，我们刚刚是打低档就已经这样子了，R档就更明显，整体开起来是还不错啦，就是底盘有一些异音嘛，那可能需要换的耗材检查换掉，这样基本上这一台就没问题，然后刹车可能要看一下。哇，这抖有点像手排车，有点像在放离合器的那种感觉。对啊，那引擎脚后脚都断了，其他的应该也都差不多了，11万多了。我让它不要不抖，不叫不抖，就是我方向盘不要打到底，这样它压力不会那么大。对，负载也不会那么大，没什么声音啊。其实高速没什么声音啊，而且油门现在我踩一点点就有了，不会这么吃力啊。好了，我们要去试底盘了。是不是左右都有？对，对，两边都有，但是在前面啊。对，都在前面，后面都没声音。你听起来像什么？这个声音很不好判断，感觉起来不是那种力压枪的跟避震器的感觉，很像是方向机的感觉或三脚架，因为它是很闷的，它是比较闷的，不是那种叩叩叩。上一次 CRV 你就很清楚吧？CRV 就口口口，对，但是这个声音比较闷，而且很像是在脚底下的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一直觉得在我脚底下。那脚底下那边只叫有的东西就是方向机，对吧？走这种烂路慢慢开，声音很明显。引擎脚部分就没有办法了，对吧？等一下就先确定要做哪一些项目好了，好不好？要先顶起来看吗？一定要先顶起来看啊！那你就先确定要做哪一些项目，就比如水泵补啊，先看你有没有换啊。哦，有没有很明显？大声哦！好 ，OK， 顶起来了吧？我们先看得到的好了，水泵补旧的，没换过，然后扭盖漏油，又漏，是吗？这边比较严重，看得到吗？欸、我现在电脑，对吧？你看，然后这边网子，然后就直接进去，对，它不留缝也会进去。来，阿呆，你从这里就应该拍得到了。你看后引擎脚整个断掉了，因为基本上它的引擎脚是看起来没有换过，剩下我们顶起来看。来，阿丹，你可以先进来拍一下。我们刚刚上面有看到漏油，所以这个油正常应该是从上面那个尿盖漏下来，对，就不会去怀疑后驱都油封了。哎呦，阿丹精彩喽！你来看一下这个刹车盘，这边里面是凹进去，你用手摸摸看你就知道。为什么内圈这边特别凹？要看它刹车皮有没有卡东西，刹车皮到时候拆起来看。
看后面，等一下再来拆。哎呦，哇哦，它怎么每一轮都一样？可是这个看起来刹车皮，我这个都要拆起来看。会有这种原因，我跟你讲，它刹车皮有换过一次。那你看，注意看这里，你摸外面这边是高的，那它新的刹车皮呢，会吃到外面这边，所以变成我们踩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斜的，所以里面会吃比较多。看起来是这样的。后面是没什么问题，避震器都没有漏油哦，太棒了，不用换，非常棒。盘子应该全部都要换，每一片都一样。那盘子跟皮就是一次都换完，你看四片都一样。那这个皮也不用看厚度了，基本上这个皮也不能用了，因为它吃血的。避震器干的，有没有？干干净净的，很好。好了，那我先把下护板拆起来。前面看起来很干净，有没有？引擎脚不用看了，都裂了。裂了吗？一定都裂了，这边都断光了、啊。皮带基本上跑十万，这一条应该是有换过，皮带是 OK 的。我们先把洁净粉拆起来看，看一下是不是很脏。来吧，你看吧，最新鲜的给你看，是不是非常的脏？而且那一层很厚了吧？所以你看那边有卡住的痕迹哦，它有把那个脏的地方有磨掉一些。再来就是要清这个节气门了、啊。先拆鸟盖。对啊。先把最麻烦的拆掉，你看里面都是都漏到里面去了，哇，这里面一滩油啊，那这一缸应该也都有油了，有没有？先把油抽出来，太多油多到要用吸的了。对，哦，可以直接这样先清哦，不然等一下装新的下去，这样清会把它弄脏啊，有没有？多脏，都喷出。至少要先基本的清一清，这个漏油的我们也要先清一清了，因为这个油漏太多了。你如果说刚开始渗就还好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来拆了。哦呦，阿呆，你看这都变硬了。我刚听你拔起来的声音，我就知道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刚听到这样。哇，听声音就知道它很硬。我们先把这个清一清再说了。先擦一轮，然后再敲。对，又要敲了。小陈，它这如果有油泥，是不是会整个都黑色的？深咖啡色。你像这个就是了。哦，这个这个就是了，这个就是油泥。哦，有吗？这一种边边的，它只会附着在边边这种，比较没有润滑到的地方。规格这样。对对对对。分泌物一样。对。他回答对那么快，我没讲哪里的分泌物。分泌物都差不多啊，不是吗？组织液。这次你有开过吗？上一次我没开过，雨熙开过。你问他，你问雨熙啊，你要问陈晃吗？对啊，你问雨熙啊，他开过啊。然后再一次硬不硬，你可以问孙生啊。啊，奥多麦马库被撞倒过，你可以问孙生啊。哎、欸，我就哎、欸，来，我跟你讲。小陈每次都在那边慢慢敲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要摊时间，有没有？起来大概擦一下，然后把进狗啊弄一弄，就盖回去了。我跟你讲，时间至少差十倍吧，对吧？十倍有吧？对。这怎么算？真的啦，那个以前我看很多都是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我们不要讲别人好了。我以前看过有一些是这样，就拿狗啊掰一掰，压回去就快了啦。暂时还是。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漏了 啊，可是真的有，就是有这样做啊，没错啊，真的有这样做啊，很多这样做啊，很多这样做，而且不在少数哦。对，我可以跟你讲哦，这样子敲的才是少数哦。主要为什么要敲？要看它平面有没有跑掉哦。用手去，用刀子去感觉，看它有没有不平整的地方。对，那你过一次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假设是不平整的，那那个地方就要打掉，不然它根本就盖不住嘛。因为你用擦的，其实擦不干净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把那些东西硬化的东西靠起来，才有办法看得到它原本的面。拆起来看，看有没有换过啊？没有换也是要换啊。要修没有换过，它现在已经十几万了，差不多了。好吧，先把它拆起来，拆完我们就来拆解释嘛。
有行山会影响到什么？影响到动力，影响到引擎顺不顺。坏掉的火星塞啊，第一个点火时间会比较长，因为它间隙变大，然后再来，它假设它坏了，它就会变成造成点火不顺，就是有一缸不点火。然后火星塞坏掉有，基本上两种，我遇到的有两种，一种是低速推油门会突突突突突会顿，哦，那一种是中速高速推油门会顿，都有可能是火星塞，那就是要拆起来看，啊，也有可能是烤耳，烤耳也会这样，因为它一起的。以这台车来讲，火星塞换的周期大概就是8万到10万。那你说有的它有坏吗？它也没坏，那就是它的效能已经没有像新的那么好了。夸张哎！而且这一条要换，你看这一条整个扁掉，之前的都还会凸出来很多，这一条整个扁掉，这个应该不够压了。对啊。好，这是现在的样子，很干净啊。对啊，会反光了，会反光了。哇，怎么这么粗啊？正常是这样子啊。对啊，跟刚比起来差太多。那你就知道刚刚那个真的不能用了。现在压到底了，你用手感觉一下吧。很多，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差很多了吧？对啊，超粗的。好，上车。的火星塞，这可以随便插吗？可以啊，可是我都还是会照拆下来的顺序，我的习惯了，个人习惯了。因为你如果不换火星塞的时候啊，它有的时候火星塞的间距不一样，它点火的强度啊就不一样，所以衰退的程度也不一样，所以我都还是一支一支照原本的做。啊，你刚刚是不是发现了一件事情？我发现了好多事情，怎么办？发现了，水泵不没有拆过，所以我们要换了。那我们现在先来换引擎脚，把难用的都弄一弄，先换在后面这一只好了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把引擎脚拿出来了。这样子就可以把引擎脚。拿出来了，你看，有裂，有裂，有吗？这是后面的，对啊，原厂的，一模一样，好吧，先把它塞回去吧。它已经进了吗？它已经进了，有吗？哦，它已经进了，现在是要把引擎弄高。哦，顶高就是对的。对，所以现在我要先把螺丝。都先含着，因为它已经到底了啦，所以它原本那一只掉了多下去，现在位置都已经跑掉了。对，所以现在这个才是正常的位置，这个才是它原本的位置。它其实差蛮多的呢，很多，对啊，差很多。所以我说这一台都没换过引擎脚啊，来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来，好，不要动。好了，换别只。贴的，然后整个柱子，可以直接拿出来。对啊，所以你说怎么会不买？这两只都动过，这边我都没有一样啊。新的是长这样，你看。好了，见真章了。好嘞，断光光，真的有没有？断光光，不然车不可能震成这样子啦。断光光，断光光，快可以抽出来，还有一点点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来吧。好了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只，拆完收工。这只在哪里啊？在这，就这个圆圆的吗？对，就是你看得到的，但是要拆很多东西才拆得，才拆得到。
我们真的很幸运啊。怎么了？遇到一个没有一只脚是好的啦，真的没有一只脚是好的。这只脚也是坏的吗？对。好了，出来了。你看，这只怎么看？哦，你说会上下挂了、啊，你可以用手转，压着用力转。压着用力转，对，有没有？哦，有一个，就是橡皮已经脱离了，所以它正常应该是。我们有新的。哦，对哦，这是新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哦，新的就是完全不会动这样。而且它是在最上面，有没有？那、啊、这个呢，基本上已经沉到底了。对，所以它原本应该是这样。对。在它下面这样。对，而且不会松掉，有没有？这已经脱离了。哇，四只都。都烂掉了，四肢都坏掉也是蛮厉害的耶。四肢都坏掉，以这个年份的车刚刚好啊，这个里程数很合理。刚刚好吗？对啊，很合理啊，我是觉得很合理啊。先把我们该锁的锁一锁，剩下的就可以先跨了。等一下来调整一下引擎脚的位置。这样引擎有没有比较高一点？好像有，应该高很多吧？它整个都扁了，好吧，我们来试吧。先发动入档。对啊，先发动入档，都排一排，让它回到该回的去的位置。R档，最陡的就这样，没有，有没有差？好了，这就是正常的车了。然后我们要先把它锁紧。好了，第二天了。对，第二天了。今天要我们可以做这边刹车盘、刹车皮，还有刹车油。刹车皮、刹车油。对，刹车油。试车，试看看还有没有声音。没错。可以拍一下它的惨状，其实还算厚哎、欸。是啊，厚度是够啊，只是因为碟盘是这样。对啊，等一下刹车皮拆起来你就知道，它就会变这个形状。那其实这个这边是平的，然后就凹这样、啊、凹进去。对啊，很厉害，不知道怎么用的。这是什么？没上一个人没装好？没有啦，它是皮，因为盘子吃勾了，它新的皮啊，它每一个牌子的皮其实都不一样大。啊、有的会大一点，有的会小一点。啊，它就是皮是比较大一点的，所以会就吃到外面那个沟，就变斜的。这个断层更明显。这个好像真的比较明显。这个比较明显。对啊。刚前面要摸的，这个用拍的就拍出来了。来，看得出来吗？这个很明显啊，有吗？对啊。那、啊、你用手摸更明显。差很多呢，差很多啊。然后你看另外一边来，为什么我说刹车皮有没有？这边就有吃到，哦、有没有？这边凹的，这边凹的，它就是把这边这个太大片了，对，所以它直接吃到上下两个外缘的沟。对。其实你看这个皮，其实都还很厚。对啊，很厚啊。那你看啊。你看这个，顺便有看到就讲，你看中间这个排渣的有没有都卡住？都卡住了，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。那其实碟盘会吃勾，这个就是主要原因。这些就是刹车皮的粉尘，大部分再混合一些空气的灰尘、跟杂质，还有泥土都有可能会有。吹吹跟新的一样，有没有字都跑出来了？那、啊、我们拆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看看后面轴承有没有声音，用转的就知道了。对，没声音，没有奇怪的声音，只有正常的声音，正常的转的声音，而且不太会晃动，没有间隙，很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装新的了。我刚用了一些时间，先查一下底盘的声音。我们不是一直都觉得底盘有声音吗？对，我们
们现在终于找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喜欢的声音就是这里，因为我们都感觉在脚下。对，对不对？我的感觉是在脚下。你看这防倾杆的橡皮这边，我现在摇给你看，注意看哦，客人都有间隙吗？所以声音从这里来。对。因为我们感觉都在脚下啊，这边刚好是脚下，刚好是脚下，刚好在脚的正下方，对，太好了，所以太好了，终于找到问题，终于找到问题了，防倾杆的橡皮，对，时间久了再加上橡胶啊，会随着时间有没有？时间久了就会缩水，缝就会变大啊。这个呢，没有一定周期会坏掉。啊，再一个是刚刚说裂压呛，对，对，我们轮胎拆起来这样看得比较清楚，你看都破掉了，有没有？都分离了。这个是上下两个都破了吗？都破了，上面破了，这个这边是两个，然后破了。可是你看这个上面的，基本上它油没有碰到水，有没有？所以还是原本油的那种乳白色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已经碰到水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有点，都已经变咖啡色了，生锈的颜色。对啊，有吗？对啊。继续，换边。有吗？不是。就是因为下面很常碰到水，对，所以都会比较容易生锈。对，所以那个橡皮是裂掉？没有啊，橡皮就是久了，它因为这个防倾杆呢会上下会震动嘛，然后传递力量到对面，所以会上下震动，然后晃动久了，它就会扩孔。哦，那我们看新的我拿出来，新的是这样。这不用量了，你用看的应该就看得出来了吧？那我们要先在里面涂油，不然它有的时候会很干涩，有没有？很干涩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把新的啊弄坏。没有间隙，上下左右都没有间隙。对啊，我们把裂压呛装回去。我们就可以去试车了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Ferrodo，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嘿，爱车大改造，好，今天是代班特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小四在家休息，确诊了，对啊，休养中，我今天来代班。阿丹，你进来不？对，孤炫那个战损版那个，之前哦弄个咪咪帽嘛，回来下，我们把它全车把它改成。白色的，好、哦，花的橡木，哇，开就这些嘞。我大概有稍微看一下，前后来电片都换了，碟盘也换了，好、哦，包含刹车油、引擎卡、四机都换嘞，前后左右，好、哦啊，还有清洗，还有节气门、垫片那些都换了，活金塞、水泵浦也都换了，引擎部分应该是开起来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了，还有后灯跟后保杆也换了，主要是内外都改了，它内外都改色，对，都改白色，原本是银的吧，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银的，它这个会比较不好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都有浪板。这浪板都要拆起来，才不会说你看哦，假设拔起来里面是银色哦，这个看一下，
哦哟，蛮仔细的，这个可以打开啊。万一没有，他没有，当时不知道的话，他烤起来里面是银的，就很糗了。细节嘛，其实够好。为什么要换掉呢？之前不是破了一个很严重，这个都破皮，所以后灯也换了，保险杆也换了。还、还有这个，前面也有。之前这边就是破到很严重嘛，怎么样？都掉下来，全头都弄在漏尾。因为他如果去重做的话，他就会把你弄好啊，把角度都要调好。对，板这个就是钣金嘛。为什么钣金？有些我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就烤漆，为什么钣金我就比较贵，我就比较便宜？如果你真的比较漂亮，好，钣金的钱。收的钱可能就是拆装而已，就是拔下来拆装的钱。好啊，如果有凹掉，有怎样钣金，但另外会再积，会比较贵。每个车的状况会不一样，会金额也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前面保杆是没有换新的吗？啊，有些是可以修复，可以修复。小师不是有讲换保杆是不会扣钱的，可以的话，但是如果当然是如果一支才几百块，我建议换掉。第一烤漆也比较好做，也比较漂亮。换保杆不会扣钱，但是保杆有伤会扣钱。一定要扣钱，哎，没有烤漆本来就要钱。假设你今天来估车，这边刮到一定要扣钱，因为烤漆啊，对啊，烤漆有烤漆的钱吗？不是扣保险杆的钱哦、喔。所以他每次他在装东西，他都会把东西都把它尽量把它复原到原厂的形状。比如说，假设你今天换什么东西，他在安装都是要把它复原，才不会翘翘啊、翘翘啊那个就卖款啊。尤其是白色了，白色你如果比较开很明显，反而是黑色，其实黑色打开一点缝隙你也看不太出来，摆的会比较装起来，组装的要装密合一点才看不到。好像这个都要拆起来再装上去嘛。现在都是原本的绒布椅了，原本的状况就不错了，也不错啊。其实反而包住的话，就是一些都是灰尘啊，都要把它清一清就好了，比较不会用摩擦哦破损的机会，这个还蛮大的。白色我还是觉得比较好看的，银的话它再怎么样，感觉上就会比较不会说很新款或者怎样，都看起来就是一般这样而已。白的会比较出色，马克它很新呢，所以这个有很多都会直接氧化。好啦，如果带班带的不好，不要见怪，总是有第一次。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耶、yeah ！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，欧系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